这些店家你有没有吃过呢？哎，未来恐怕这真的都是世界名店了。原来呢，米其林餐厅即将要给出评鉴，就在下个礼拜。但他们正式给出星星级之前呢，推出了一个必比登推荐。这个必比登推荐就是米其林的评审员颁给餐饮业者的一个殊荣。他说啊，拿到必比登的话，就表示说你有物超所值的美味佳肴。虽然没有星级评鉴，但是也是必吃。而其中呢，就包括了很多的在地美食，像是我们看得到的，像是这种陈董要炖排骨，这个在饶河夜市就很有名。另外呢，在福州市煮这个胡椒饼也是在饶河夜市很有名。很多的夜市美食都是在里面有推荐的哦。而且呢，其中啊，其实他公布了36间的必比登，里面就有8家都是牛肉面，还有哪一些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呢？好的主播，许多人吃饭都会依循网上评价来做选择。日前，米其林官方组织公布了必比登推荐美食餐厅名单。这次台湾共有36家餐馆和店家获得殊荣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台湾之光牛肉面。牛肉大块又细嫩多汁，这家位于巷弄内的永康牛肉面是不少老饕的最爱。光是牛肉面店上榜的就足足有8家，当然也少不了了台湾最具盛名的夜市美食。饶河、宁夏、林家和士林等夜市都各有小吃入选，共10家。像是胡椒饼、要炖排骨，就连不少外国人都望之却步的麻辣臭豆腐都登上排行榜。而一直榜上有名的鼎泰丰小笼包，这次也不失众望，荣获必比登的美食推荐。不过这次米其林夺星呼声最高的鼎泰丰信义总店出现在名单中，是否代表鼎泰丰所有分店都被排除在星等之外，则有待观察。以上是掌握的情形，把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。